不是我穿你啊，你穿我。对，你穿我。Hello， 大家吗？我是面包碎，欢迎回到我们的 F1 Manager。还有，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记得按个赞哦，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各位。来，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来跑马里纳贝新加坡大赛，这个赛道应该是对我们很不错一下的，没有错，因为它是低速跟中速啦。然后还有接下来我们新世纪的东西快要完成了，就是比完赛之前我们就可以拿到了，还有15天，所以第15天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制造两个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它的车底了。照理来讲应该是有那个什么吗？啊，有了有了，全部我们还没有用到现在。OK， good good good， 然后等它设计完了过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车底了，全部资源丢下去这个车底。 OK， 上个星期我们投票的东西是什么呢？赞成更改哦，抽鸡蛋啊，跟着大家了。所以明年的预算呢就是少了多少万啊，很多万一些。OK， 少了很多百万。 OK， 来去。 OK， 探测完了。哇，好贵他们薪水哦，怎么这个比较便宜，两百多万的。哇，这个恐怖哦，1400万啊。 Oh my god。 嗯，法拉利这个人我们来查探一下，这个是空气力学的。 OK， 车手我们去找谁好呢？这个 Max 很恐怖，找一些比较年轻的。 Ocon， 嗯，不要。哎， OK 了，查探他。 OK， 来继续。哦，完成了，可以赚更多钱，是不是？是最高等级哦，还有多一季 啊。 OK， 先买好了，可以拿到5000块每一周，不错吗？这样子一个月差不多几百 K 啊，百多 K。 OK， 来继续。 OK， 设计完成彻底。哇，回升很多，你看那个低速跟中速。 Oh my god， 中速一点点，那个低速很恐怖啊，第三名啊。 OK， 来我们立刻做两个，非常紧急，一天就搞定。来我们来装先，一二 OK， 然后再做多两个。 OK OK， 确定了，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哇，你看又回来了，刚才这个是没有白色的，就是低过平均，现在我们又高过平均了。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快过 Mercedes。 哦，有哦，两个方面耶。法拉利耶，哎呀，一样都没有。红牛，哎，有一样，呵呵，低速。OK， 可能我们有可能他又跟红牛跟法拉利一起打了，法拉利可能太强了，红牛应该有可能，啊，Mercedes 应该是跟我们打不到的了。 OK， 来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了，这个是给我们下一个季节用的。 OK， 来丢完全部 CFD， 还有那个风洞。哇，你看增加很多一下。研究重点，我们车太慢了，我们要给它那个减阻多一点点，这样应该不错吧。哇，你看减阻 80% 恐怖。 OK， 很好，我们就往这个方面来研究。 OK， 之前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不能放太多工程师，你看我放6个，然后你看右边的那个数据，我变成一个时候它那个数字比较多，它就增加的比较多，因为它研究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不懂这个游戏做什么，可能一个脑袋比6个脑袋比较好了。可是要98天，很久一下哦，剩余的时间不够哦，用太久的时间了啊，没有办法了，两个人呢，两个脑袋比较好。OK， 来确定。 OK， 接下来我们来设计这个悬挂，反正很多工程师。 OK， 6个，然后多少天？17天，17天是什么 ？OK， 美国大赛了。OK， 来司机 ，Let's go。OK， 来继续。OK， 自由练习了，3个礼拜，很久一些。目标 Q2、Q3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改2个人，嗯哼，我们很有信心。最终排名啊，2个人10名以上应该没有问题耶。要不要刺激一点，8名以上。OK， 要给自己一点挑战，虽然这个 1.8 更新了过后还是抓不准，才第二次罢了。现在我们试一下。哎呀，我忘了我们的引擎差不多完蛋了，1.49的时候它就出挡弹号了，我们现在50了。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先，这个应该还可以用多一次，这个变速箱应该也可以变用多一次啊，这个一定要换掉了。哇，电手名哦，抽鸡蛋。哎，要不要那抽鸡蛋，哎，买先，二号车也是买啊。这个 ERS， 应该是40以下才会坏的这个，买这先，等下练习赛跑完了过后我们才做。 OK， 用了400万啊，抽鸡蛋，很穷啊。 OK， 来新加坡 Grand Prix， Let's go。 Oh
我们现在正在滨海湾街道赛道上，新加坡大奖赛即将开始。新加坡这个名字的本意是狮城，而本周末的一级方程式赛事也将声势雄壮地展开。这条街道赛凹凸不平的路面将对车手们发起挑战，湿热会使车手在比赛过程中损失多达3000克的水分，每一圈都要应对23个弯道，对赛车来说也是考验，良好的低速下压力在这里是关键。我们已经进入本赛季的最后几场比赛，最后冲刺的时间到了，谁会在赛季结束时捧得桂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比赛即将开始。OK， 自由联系，等一下我们再排位 C 再见。2000 years later。OK， 自由联系完成了，然后我们会被发，因为我们换了引擎还有那个 ERS， 我觉得这个两个可以直接到这个 season 完为止。过后可能我们会被发多一次，就是我们换变速箱了。可是这里我不想换引擎罢了，因为反正都第十名，这样干脆跌多一点呢，给他换第二十名哦。反正都要换的嘛，所以这一场痛一次，然后不懂到哪一场我们再痛的一次就没有了。 OK， 来继续。哎呀，这么14啊，抽几单还跑不完。哎呀，如果这个100的话就应该可以拿到15的啊，算了吧。 OK， 来继续，来继续。嗯啊，对，哇，果然跌19名，因为我们换了两样东西。继续，不用紧。 OK， 来排位赛 Let's go Q1。 OK， 来我们现在出，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那个蓝旗和就是排位赛的时候到底会让位的那辆车。 OK， 给他跑远一点先，因为这边前面有车挡住，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来的。 OK， 来了， Ricardo 开始了 flying light 了，然后前面有一辆车出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到底会让路了。 OK， Norris 也是开始了 flying light 了。 OK， 前面有一辆法拉利啊，到底会不会让路？哦，会有，可能是因为指路。嗯，里卡多，哇，快过最后一名那个差不多3秒，不错，最后一名。来 Norris 多少？快 Ricardo 376。 OK 啦，不错不错。其实我们这个排位赛到底没有跑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定要包围的。其实我们可以不要跑，省下那个红轮胎，可能我们可以用3个红轮胎跑完这个整个赛道。不可以哦，一定要换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的轮胎。OK， 第60分钟了，我们换回同样的轮胎，然后 OK， Norris 跟 Ricardo 也是换了。OK， 现在出发 Let's go。 OK， 开始 flying light 了，我们的开爷开宅在后面。 OK， 祝你们好运，跑快快啊，看下我们车到底可以跑多快。 OK， Ricardo 要跑出多少？快了一点点，快了100应该是。Norris Norris 在哪里？进步了一点点，3色好像是，没有关系，不懂还有谁跟我们一起发。刚才我忘记看了，可是绝对不是红牛跟法拉利啊，可以看到了 Alfa Romeo Bottas 还有谁？还有后面 Aston Martin 跟那个 Latifi。 OK， 来继续。用回旧轮胎，其实我们可以省下那个3。没有，我们可以省2个轮胎。 OK， 来开始 Let's go Q2， 轻轻松松的 go Q2，因为我们要拿钱，随后我们要冲到 Q3 了。 OK， 来再出我们的 Norris， 要不然我弃钱喽。如果不是为了那个钱，因为现在还在浪费着我们的引擎的寿命。不是，按错了啊，看不到啊，在这边。现在都倒趴先了。还好很健康一些，我们的变速箱差不多要 GG 了。 OK， 可是那法拉利有浪位啊。不错，所以他的那个 qualify 的时候那种车会让位已经进步了很多，不会那么气了，每天气死了每次跑 qualify 的时候。可是还是会被顶一点点啊，可是没有像之前这样严重，会被顶了1秒，超过1秒2秒这样。 OK， Norris 还是快 Ricardo 300，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到 Q3 的。 OK， 来我们换新轮胎，然后最后等大家出的时候我们再出。OK， 大家出了，来 Ricardo Let's go Let's go。 OK， Norris 到你了 Let's go。 哇，很巴浪出完了大家，因为我要最后出，因为有这个赛道抓地力它增加了变高。 OK， 我们 Ricardo 前面是法拉利，所以照理来讲它会跑到比较快的，那法拉利没有什么影响到我们。 Norris 前面是谁？好像一个 Alpha 来的，如果没有错的话。哎呀，
不懂还会顶着我们呢，应该不会挂。OK， 我们 Ricardo 开始了 Flying Lab 了 ，Let's go， 冲进 Q3。OK， 我们的开闸也是开始了。Ricardo 这么一个黄色一个青色 ，Why？ Tell me why？ 那刚才你跑多快？现在有没有进步？哦，快了200，不错，应该是200。你快了多少？哦，快了200-300，好像是。哦，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进步了。我们 Q3 没有问题的啦。Sub 水 ，OK， 来继续。轮胎怎么办呢？啊，用旧轮胎。OK， 来开始 Q3。OK， 来现在出。OK， 来 Q3 Flying Lab，Let's go。OK， 我们这一个 Flying Lab 应该不会很好的。啊，果然了、啊，应该是要换新轮胎它才会比较好。Norris， 哇，快 Bodas 多一点点，还是跟我们一起发时间的，所以我们至少要开过哈。Ricardo 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这样。OK， 最后一次了。OK， 换最后一个红轮胎。OK， 换最后一个红轮胎。我确定这个也是换新红轮胎，不要给我跑到一个黄色一个青色。OK， 有车出来 ，Let's go。哎，怎么这个？哎，怎么 Ricardo 不可以出了？发生什么事？怎么 Ricardo 不可以出了？我们给 Norris 出先。我不懂做什么 ，Ricardo 出不到。OK， 来完成了。啊，怎么还是不可以出了 ？Why？为什么啊？为什么不可以出了？啊，哎，终于可以出了，这么傻傻的，没有打软流是吧？不知道啊。啊，终于他出来，不是一起跟轮胎换的时候一起放油的吗？希望 Ricardo 可以赶得及。OK， 可以了 ，Ricardo 赶得及。诺里斯，已经过了，开始 Flying Lab 了。请啊请 ，please 给我一个青色，几个青色也好，不要一个，我要三个。OK， Norris 不错。两个青色了 ，Ricardo， 你在搞什么鬼？这么汪汪了 ？Oh no！ OK， Norris， 我们希望全部放在你身上了。虽然我们还是保主位，时间好像没有快到啊，是咯？啊，抽鸡蛋，至少要快过 Bodas。Ricardo 应该是没有变的那个时间，哎，对你很失望啊，给你新轮胎都跑这么慢。OK， 所以我们包围了。应该是可以到第15名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包围中的第一名。来看看一下，哦，17跟18，哦，这样子他们发的位置比较少啊。黄胎、红胎，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这个选择。不懂会有 safety car 出现的，因为新加坡是很多车祸的地方。第三是3000 ，OK， 更改一下，看起来黄色、红色会比较好。可是这个 default。就是原装的策略不是很好了，给到 OK， 第三是3000，啊 ，Ricardo 聪明啊，刚才我没有给他用新轮胎，我说刚才我没有给他用新轮胎哦，啊对，难怪跑慢了啦 ，OK 不用紧，反正我们是包围，现在看起来他的策略是比较好的，他的轮胎是最好的状况，完全没有用过的这个红胎，所以你看他的秒数会比较好，快哈超8秒啊。OK，good，good，good。OK， 开场 ，full power， 准备好了吗 ？Yes， 准备好了。来 ，Let's go， 新加坡 Grand Prix。来 ，Come on， 五、四、三、二、一。OK， 我们是包围的。来 ，Let's go， 去看包围的我们。OK， 用这个镜头来看，过掉前面那个 Latifi 还是谁，我不懂。我知道是 Williams。OK， 应该过了他了，应该是很容易过的这个。前面这3辆车，请让位。哎呀，不要给那 Williams 过来 ，Come on， go go go。哎呀，这边看起来很多车，很难看啊。可以了，看到了。我们终于哈跑到回去很后面的位置了，跟这种轰下油的车一起跑。哦，剩了2名，我们去看看下精彩的回播。我们看到兰多诺里斯。也没有什么挑战性啊，其实这个精彩的回播。OK， 过了。如果我们在前面应该是在跟红牛在争位置，哎，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引擎要换了，他们已经换过了。里卡多努力一点呢，我们的 Norris 已经爬了很多名了，从第17好像爬到14了。OK， 过掉旁边那个 AlphaTauri，Come on。OK， 我们 Ricardo 也是上了一位，哇，爬了很快，是3了现在。
前面的车应该会跑得很快，他们用红台现在。OK， 跑完一圈了，我们开始放慢速度，开始标准回平均，正常，全部都是一样。OK， 我们来试一下施压，还有超车先，那个 ERS， 还有少一点油，我们不能一直停在后面第十三名，我们要十二名以上，我们才可以拿到我们战术章，继续他的那个目标了。要连续十三五场好像是 ，OK yes 过了 Alpha， 下一个就是 Alpine 了。OK 那个电省回来先，用太多电了。油耗平均，轮胎也是平均。OK Ricardo 加速那个油耗，哦 Ricardo 很可怜哦，第十六名，我们也是给他超车一下，然后施压。OK 来省回电先，用完了那个电 ，Oh my god， OK 标准回那个油继续用，继续烧很多油一下。OK， 我们开始 charge 电先，因为我们要攻击了，没有电很难攻击。看来可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 undercut， 要不然的话我们很难超车，太多车了，这些中间。OK， 那个电用正常回先，Ricardo 继续用 ，Norris 的有点脱离队伍了。OK，Ricardo 也是正常回那个电，他也是差点脱离队伍了。哦，没有，还有。不懂做什么，那个时间缩了一下。OK， 继续 charge down 我们的 Norris 稳定回了现在。OK， Ricardo 现在上了是五名，因为刚才舒马哥撞了一下。OK， charge小 down 我们就冲了。我们的 Ricardo 被前面这个白车顶了很久。啊，他过了，好了。OK， 就继续过吧。OK， 释放 ，Go Go Go， 来 deploy 完你的宝啊！哎呀，这边是直路哦，阿臭鸡蛋。OK， Norris 的 ERS 也是充满了。OK， 正常回。Ricardo 这边应该没有问题的，可以丢开那个角田，因为我们车快他很多。真的，这个官方真是要修好那个脏空气，脏空气在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到这样。OK， 来正常回那个电，然后标准回我们的轮胎。我们的可怜的诺里斯还在这一堆火车后面啊，臭鸡蛋。我们这边被慢到嘛呵 ，Ricardo 开始要追上我们了，啊臭鸡蛋。很慢啊，前面那辆车，让开 ，Come on please， 真的是 undercut， 来我们试驾攻击，哦不可以，顶不顺啊，啊还是过不到啊，臭鸡蛋，啊真的，啊臭鸡蛋真是难过，啊省回那个轮胎先，真的是要进行 undercut， 不可以不进行 ，OK 算了，在后面乖乖 charge 电先，等下去换轮胎的时候给你们死，哦有人进维修站了哦 ，Alonso 跟 Magnussen 啊。被解放了一点点哦 ，Red Bull 在我后面哦 ，Paris，OK，ERS、okay, 充满了 ，OK， 正常回啊，这个 Red Bull 也是很可怜的，应该是跟我们一起坐火车了，哎，可怜呐、啊，你这个红牛，然后后面还有两架 Ferrari， 全部被我们顶着了，所以你讲这个地图包公吧，臭鸡蛋，哎，真的是要修了，很多东西要修了，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很多的 patch。连像红牛跟法拉利这种变态车都过不到，更何况是我们。OK， 我们给 Ricardo 施压，要跑快点，因为前面他没有车了啊。然后这边你看一堆火车了，红牛啊、法拉利啊，全部跟我们一起啊。现在，然后新加坡也是可以讲是一个现代版的 Monaco 大赛了，是非常难超车的一个地方来的。不然的话，后面的红牛跟法拉利应该是过了我们。现在我 hold 着了一个红牛，两个 Ferrari， 然后两个 Mercedes， 然后我们的 Ricardo 和慢慢的追得上来了。现在，那电脑不懂是用三停车链，很有可能。哦，我们用哦白胎，难怪我们用王红。哎，我们又升了一位啊！啊，来，我们去看精彩的回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我们过了 Gasly， 哈哈哈哈哈哈！OK， 不错了，张南超车的地方进来，我给我们过了。下一个 Ocon， come on， 过掉哈，耶！来来来，加油加油，施压哈，加速，然后下一个周冠宇 ，come on， 超车，然后给你们在后面慢吞吞跑。不要用电先，电过后才用。我们追赛周冠宇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的车在这边蛮强一下的。OK， 瑞卡多标准回那个轮胎，不要消耗那么多钱。Come on， 周冠宇，我们来猎杀你了，我们的猎物。Come on， 终于有精彩的部分了，一千过几架车。OK， 这一千你可以追到周冠宇的，可以超越他。后面的 Ocon 开始慢慢被我们丢了，因为我们的车太快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OK, 要来接近了。OK, 这一条直路应该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过掉哈，超车。Come on, come on. 啊啊啊，过不到啊，过到。哎哎哎哎哎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Woo, yes, 精彩，超车的精彩。来 ，OK, 释放我们的电，用完它，丢他们鹰眼。Come on. 来，我们看一下精彩的回播，我们怎么样超越主管你？看到兰多诺里斯。Woo, nice, nice. 不错，不错，不错。来来来，开始，快点丢开他们鹰眼。虽然他们有 DRS, 不过他们超越不到我们。我们低速、中速都很不错。OK, 总之过了这个直路，他们就应该追不到我们的了。他们应该是没有 DRS 的。来来来来 ，OK, 也加一个多了那个时间。哈哈哈哈，800了，900了，要出一秒了，出一秒了。Woo! Nice nice, 他们没有 DRS 了。呜呼呼呼呼呼！来啦，来追我啦！哈哈哈哈。OK, 正常回。那个油我们继续烧，那个轮胎标准回先。啊，终于脱离这个恐怖的火车了！啊，臭鸡蛋！哇，我们拿到最快前速哦！啊，果然我们在这里是很快的，都是你们臭鸡蛋顶着！哇，看一下我们很可怜了，44、43，现在43，之前的时候一直45、46，一直被他们顶着。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正常跑的速度是多么的快，可是我们还是追不到红牛，红牛真的是太快了。啊，你要想到要换轮胎的时候又在他们的后面啊，想到都痛苦啊。记好这个名，如果我们不用换轮胎，第二名了现在。OK, 来看一下我们正常的前速。OK, 1分钟45秒。OK 啊，快了，在后面顶着900啊，差不多，哎，800啊。OK 了，不错啊。接下来我们就越丢他们越远的啦，后面的人应该是追不上我们的，因为有一个人顶着啊，那法拉利跟红牛就惨了。好像我们的 Paris 啊，我们的 Sainz、 Russell、 Leclerc 还有 Hamilton 这种全部被停车了，好可怜的。 OK, 我们的 pit window 开了。 OK, 我们开始给他施压，用那个轮胎，不要用攻击了，这个轮胎也是很多，我们也是开始用攻击给他烧完那个轮胎先，看一下那个前速有没有进步先。哦，有哦，进步很多一下。哇， OK, 继续给他烧先。OK, 这一站我们进，哪个好呢？一样的。 OK, 本站进。哎，红油终于被解放了，终于过了那个 Alfa Romeo。Ricardo, OK, 也是这一站进啦。哦，可以用新轮胎。OK, 来进吧，我们一起做 undercut。OK, Norris, 本站进了，现在 ，Come on, 加油加油，你可以的。2.2，2.2，不懂有没有2.2秒，应该没有了。好，准备了，只是我们的车对罢了。OK, Daniel 也是进站了，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撞到。OK, 来红台进。Let's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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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K, 里卡多，哦，来这了。OK, Master Class Double Stack. 来，一、二 ，Go go go. 不错，二点，哇，二点二，真是二点二。里卡多了，这很快。我们的这个臭鸡蛋，在没有屁股，现在，哎，慢吞吞的车，看下可以超车，还有加速一下。我们现在是红台，他们呢？嘿，黄台。啊呸！还有红，还有一个白胎，看一下可以超越哈。我们的轮胎也是耐不久的，哇，我们车很快，可是真是过不到。省一点轮胎先，省一点电先，等下再追。轮胎也是省一下。Ricardo, 可以施压哈，可以慢慢追着上来。哎呀，刚才我们的那个目标，我们放第八名啊，臭鸡蛋，两个人要第八名，300K, 哎，300K 没有了，还要被罚款了。哎呀，忘记了这一场我们要换引擎，还有那种 ERS 啊，臭鸡蛋，亏本生意了这一场。OK, 省一点油先。哦，过了 Alpha, 过了 Alpha 过后，哇，撞了。哎，没有事啊。干得好啊，跟我们讲干得好。臭鸡蛋什么东西 ？OK, Bottas 在后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撞 Alpha Romeo。来看一看迈凯伦。来。哎，夸张了，这个还撞了一下。不是我撞你啊，你撞我，对，你撞我。那变慢了了你，1分钟2秒，哎，1秒2了。OK, Ocon 完了你，剩下你一个人了。不是 Ocon, Alonso, Alonso 用什么胎啊？白胎啊，完了你。我觉得开始施压了，然后加速，
然后这个用正常 Modest 开始慢慢追上来了。不要在这边超越哈，在下一个超越哈比较好。应该有点迟了哦，不会迟 OK 很好。正常加速施压超车 OK。 里卡多跑最快哦，那么变态，发生了什么事？哦耶，过了哈啊，完了，你们拜拜，丢开你们远远啦，我们去追法拉利，应该是追不上的。还有多少个人没有进站？一个两个三个 OK， 我们应该可以上到三名 OK， 一二三应该是第七名，里卡多应该可以再上 OK， 释放我们的电源。哦，伦说 OK 追不上，也要正常回那个电，要不然等下用到没有电的就完蛋了，我们就吃自己了。哇，我们现在开始在追着法拉利了，刚才是十多秒，如果没有错现在九秒了，他们前面的车有点慢，所以我们可以追得上，我们尽量追得上那个法拉利，等他们进站维修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后面了 OK。 正常回那个轮胎，很紧下这个轮胎，现在不能随便乱用。哦 Norris 跑最快，就我用红胎是吧？哇错，只有我用红胎，希望我这个策略是对的，可是以那个名次来看，这个策略的确是对的，我们从后面爬着上来，我们不是法拉利策略队，哈哈。哎呀，那个第八名应该是没有希望了啦，那个连续五场十二名以上应该是可以的 OK， 我们快要追到法拉利了，剩下三秒多，现在相差三秒，很不错了。然后阿伦说离我们差不多六秒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被他们害？是的 OK， 那个油正常回，然后轮胎我们施压把它倒转，继续追法拉利，加油，前面的周冠宇顶着他们，等我们到了过后你才进维修站 OK， 到他们后面了 Woo OK， 标准回线，然后我们开始 charge 电了，法拉利我们贴着你了，现在哈开始 charge 电先，慢慢来，这个红台在这边的优势超级大啊，只是很可惜我们被前面的车顶着了。首先我们插好电线 OK， 我们的 Ricardo 也不错了，慢慢开始追上 Alonso 他们，差差不多三秒 OK。 前面这个 Williams 可以让路吗？ Blue flag 啊，走开啊，聪明，哇，那么多路才让路，你看又慢了啊 OK， 我们的电充满了，是时候要超越这个前面这个白色的红牛了。OK， 我们 Ricardo 追到前面了，不错，这个成绩很不错。OK， 开始 charge 电先。OK， Norris， 试下施压，看下可以啊，果然慢了，前面这辆车被顶着了我们。OK， 来我们试下 OK 超车，攻击在下一个字路的时候看下可以过掉哈。哦，这边可以过。Oh yes， come on， nice， 我们在法拉利后面了，现在，哇，我们这个速度看起来要快过法拉利。可是我们 DIS 没有了，被顶着了 OK， 正常回全部 OK， 标准啊，前面又有一辆，哎，怎么这样多辆了？哦 Haas 来了，哦啊，被顶着了，法拉利走开了，现在 OK， 让路 Thank you OK， 很好。他离开法拉利有点距离哦，接下来我们可以超越他了 OK， 攻击加速，这个电省下先 OK， 拜拜OK， 我们去追法拉利了，现在 Come on， 法拉利当我们的猎物吧呢。感觉上有点难追，因为我们的轮胎现在超出我们的预算了，有点刚刚好，看一下可不可以追。油我们可以用先，现在我们的电也是试下释放一下 OK， 周冠宇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因为我们车超级的快 Come on 法拉利，哎呀，前面有一辆车给他 DRS 啊，臭鸡蛋，不用紧，我们还是很快的 Come on 那、追到了，哈哈哈哈，好像是，哦，又没有了，快要追到了 OK， 进入一秒了，看下我们 DIS 油耗就漂亮啊，油了 OK， 来省下正常先，油也是省一下，来，我们又在一起了 Ferrari OK， Ricardo charge 满了，哇，前面好多车啊，臭鸡蛋啊，很讨厌啊，要过这种车死呀，加速看下可以超车过下前面那个 Ocon， 加油 Ricardo， 用你的 leg breaking skill， 法拉利加油，过掉那 Ocon， come on， 我知道你可以的啊，过了哈，然后丢他远远，这样子我又可以追上你了哦耶，过掉他 Ricardo， come on， yes， 漂亮 OK， 正常回，油 OK， 这个标准，那个油我们继续烧先，还有很多油我们，哎哦，我们跟法拉利啦，哈哈哈 ，OK， 我们在后面 charge 电线，哎，被我们超越了，哈哈哈，
哎，不知不觉我们第六名了。哦，全部进维修站了，好事。OK， Ricardo， 看你表演呐、啊，开始攻击他了。然后超车 ，Come on，Ricardo，OK，、okay, 来，释放丢他眼眼先。哇 ，Ricardo 也来靠近我们了，试下看可以丢出他一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OK， 出了一秒 ，OK， 那个轮胎标准回，油气气少 ，Norris， 哇，怎么那法拉利啊？发生什么事？怎么他追不上我们呢？我们还在 charge 电呢。你的车那么慢嘛 ？OK， 正常回我们的电先。那法拉利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强这样的。OK， 有点强了，因为它有 DRS。OK， 下一个 DRS 我们过掉哈。OK， 瑞卡多，正常回。嗯，轮胎继续施压先，继续用。Norris， 嗯，哦，还应该过掉哈，哦，过了。来，我们试下释放加速啊，轮胎。轮胎，不要动先，好像有点危险，不懂可以顶到最后，丢开法拉利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一秒了，拜拜拜拜法拉利，OK， 我们去追另外一个法拉利应该是不可能的，应该是第六名应该是没有问题，哦，我们第八哦，这样子我们的那个300K 又进口袋了，哇，法拉利的速度非常的快哦 ，Oh my god。OK， 我们瑞卡多快要追上法拉利了，来，我们再追紧一点。OK， 追近了哈。OK， 来收回那个电，轮胎标准。啊，这个就是那个轮胎的优势了。现在之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的，现在很差别很大了。一打一的时候真的是差别很大。你看最快前速还是我们，我们的轮胎真是非常的好。OK， 瑞卡多应该没有问题的，在后面 charge 电，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超越哈。OK， 省回电先。正常回旋，没有电了，差不多。OK， 丢开那法拉利三秒了。如果我们有里卡多那个完美的轮胎哈，很有可能我们可以追得上 Leclerc。啊，他过了法拉利，里卡多。丹尼尔·里卡多卷入。你在插电哦。哈哈哈哈哈哈。哦，不错，在稍晚的地方过掉哈。Nice， 很有前途。哇，还有 DRS 啊。哇，不错吗？法拉利，你太慢了，太慢了。OK， 来正常回。OK， 来，施压轮胎，再跑快一点，不要给法拉利追上来。等下有 DRS， Come on， Ricardo， Come on， You can do it。我以为这一场我们会很可怜，死到很可怜，没有知道，哪里知道？哦，也不错哦，我们排尾啊，找我排尾啊，17个18好像没有错的话，哎，没有17个19好像没有错。你看，我们躲名了，现在第六跟第七啊。还快过那法拉利，哈哈哈哈哈。OK， 这个里卡多平均回那个油先，里卡多继续给他烧先，因为我们红胎，它只是一个王胎，好像是王胎没有错啊。对，我们的优势好过哈现在。OK， 油继续加那个轮胎标准回先，省一点省一点。用太多轮胎了我们，因为我们要追上前面的车，没有办法。干得好，里卡多还有 Norris， 嗯。OK， Ricardo， 由我们省回来先，用太多了。怎么这一场赛没有人撞车的？明明是一个很容易发生意外的一个赛道来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安全车？是不是有人和我们的观众和在那边保佑平安，大家不要撞车？所以后我们安全车只是出过一次，只有一次罢了。OK， 应该全部在目标里面，我们的轮胎。OK， 来我们 recharge 下，我们试下可以拿到最快前速。最后第二圈了，现在反正 Ricardo 在后面也追不上， Ferrari 也追不上，我们稳坐了第六第七，如果没有撞车的话。 OK， 最终圈速了，释放，然后施压，看一下可不可以跑快一点。Ricardo 也是试下来施压油啊，加速，看一下我们这个两个人可不可以抢。如果可以抢到应该是 Ricardo， 还有一个加速，我们的油啊，来试下加速。哎呀，这么黄色的！哎呀，这么黄色的，两个都黄色的，这样怎么快呀、啊、你们？哎呀，前面有拉 TV， 哎，难怪啦，两个脏慢的车，还一个阿斯顿马丁啊，臭鸡蛋，难怪那么慢。OK， 正常回了，那 ERS 没有电了，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OK， 攻击吧，反正没有轮胎了，这个也是攻击。OK， 青色，这个还是黄色啊，放弃了你。OK， 标准。里卡多还有一点希望。这个也是标准回，正常回 ERS， 耶，第六名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耶、yeah, ，great job，
拍手，大家拍手，真是很好的一个比赛了，完美的结局。虽然我们拿不到第一，还是 podium， 可是不错，不错，很不错的成绩。哇，上了11名啊！哇老哎，这个跌了11名啊！我不懂他发生什么事啊。嗯哼，没有变动，车厂也没有变动。OK， 继续，多少？400张少了，你？1000耶，加了一点，你有没有 ？Come on， come on， 哎，没有啊，200多万，扣了200多，哎，扣了200万，超级单。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加坡大奖赛啦。下一场我们去 Suzuka International Racing Course 日本大赛，我们到时在那边再见。好啦，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录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游戏影片，请记得按个订阅哦，所以你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啦。好的，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